对，啊，你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好，黄老师好，领导好，欢迎。啊，是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山火农场，我现在在养殖基地，我们自有基地的3000多亩，通过公司加农户大概有2万亩，跟我们在一起。我看您现在就是在水面上，是吧？对啊，对对。您刚才说您这个养殖了3000多亩啊，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个水塘啊？我看来，看。你看一啊，下我啊，来看看。能看到吗？哦，这水很清澈哈，看到的水面现在，水质很好，水质很好，水很清澈。给您这个看看我们大概有5、6亩吧。这个塘啊，对，这个塘现在有30多亩，我们。您养殖的面积主要是塘口还是有稻田？有稻田，我们是分一个一个塘一个塘这么在养。塘有多大面积？稻田有多大面积？我们是把虾收完以后都差不多，我们塘一个塘大概打个比方30亩的话，可能有20多亩田是会种稻的，因为周边的环境沟是种不了稻。你那个是轮作。对对对，能做的。轮作的，那我知道。好。哎，苏大哥，现在呀，咱们当地啊，就在荆州这个养殖户啊，现在这个农业生产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？现在应该是撒这个种苗吧？对，有的老养殖户就会卖种苗起虾，降低水位，然后投喂饲料，然后呢新挖塘口的可能就要买那个苗来投，进行养殖。那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是在撒种苗吗？我们现在是在起苗子，哦，在起苗子。对对对。刚才我看到你手上拿的那个小龙虾，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？这是刚捕上来的吗？对，今天早上捕上来的。这个还是挺大的，有几钱呀？有7、8钱的样子吧？这个应该算两虾了，两虾是，一两。也就是一两，我们的俗语说一两，就，对，两虾就是10头左右的。这个小龙虾一般是说十几头，比如说15头，它是指1斤15头。两虾就是快1两了，1斤有10个，那是算比较大的，两虾就算比较大的。说到销售了，想问问您那边的情况，今年你一共销，目前你是收了多少，销售了多少，价格怎么样？我们现在这边的目前还是卖了接近17000多斤虾苗，成虾也就卖了2、3千斤。现在目前，因为呢，因为我们基地大，因为复工复产，人员现在没有到位。我们现在去年的工人30多个人，现在只能到位了11个人。所以说，对钱，因为做农事嘛，肯定是要人的时候，他是很着急的。现在情况是这样。那价格怎么样？价格现在刚开市，我们这边大概10多块，这两天又跌了一点，7、8块吧。就是我们只虾苗。苗子起来之后，销到哪去呢？你们现在有一些什么问题吗？我们现在领导给您汇报一下啊，我们以往的苗子销外省比较多，因为今天受疫情影响，交通啊，我们现在。你像我们塘口，我们3000亩田，大概今年的话要起上30万斤苗左右，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卖了1、2万斤，所以说就是可能在这上面，可能还是我们还是感到有一点点困难的，主要是运输往外销售的时候，具体遇到是什么困难呢？道路可能你像我们省里、市里，包括我们县里。以及我们农场，在前一个多星期前左右吧，就是都组织了很多那个对接的产销网，包括在网上，你与养殖大户沟通，这个都非常好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湖北省是养龙虾的大省，因为我们以往年的话，基本上都是，虾苗是往外销的，
向外省，你像重庆啊、湖南啊、安徽啊、江苏啊、江西等，就是这样的现在。是交通运输方面的问题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就是运不出去。也不是说运不出去，因为现在是怎么样呢？第一个是信息的问题，第二个是可能有一点交通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要办通行证或怎么样？可能那个各地的实际情况不一样。因为那个小龙虾它都比较弱嘛，苗子嘛，是吧？有可能到有的乡村地方去啊，现在大家都不是太大放开的时候，有些那个做这种经纪人呢、啊，他也不敢去，是这样。有些村里啊，我理解朱大哥，我理解哈，就是说，有些地方是有需求的，通过一些信息渠道也跟你们取得联系，想来买，但是呢，或者说他的车进不来，或者说是出不去，是有这种情况吗？有。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，就是，但是我们省内还是能够都比较畅通，主要是到外省。就是你湖北省出跟外省交界的地方可能会，对对对对，进入到别的省份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是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。从政策上来讲呢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出台了这个通知，出台了政策。我前面在做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通知。嗯。同时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委呢，三个部委呢也出台了一个这个促进养殖业发展的这么个通知，对畅通水产品生产物资是有要求的。所以从政策上来讲是没有问题，只是在一些地方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超过通知要求执行的情况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一方面随着那能这个地方这种超要求执行的情况会减少，或者说慢慢就没有了，这个完全打通最后的通点。另外呢，就是这种情况呀，你们是不是可以跟当地的有关部门来反映，来推动解决？如果遇到这种交通，同时农业农村部啊也专门设立了热线电话来处理这些情况的反映。一个呢，我回去呢也把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作为一个热线电话的问题，我去跟有关工作人员去转达。另外呢，就是您也可以直接打电话，打农业农村部的热线电话。我在这里呢也把这个电话告诉您，同时也所有的网友都可以记下来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这几个电话。这几个电话是010，您可以叫人记一下，010-591-1471，5919-1475，5919-1478。行，记到了，好。嗯。那朱大哥，今年咱们养的这个小龙虾品质怎么样？品质很好啊，欢迎你来品尝啊。哎呀，那您说我们都想发了小龙虾了，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疫情啊尽快结束啊，各大餐饮的这个马上这个恢复正常的营业啊，这个网红产品一定会越卖越好的。在这儿呢，我们也祝愿朱大哥啊，这个农业生产和这个销售一切顺利啊。感谢感谢。好的。哎。到时候请老师和领导来湖北来品小龙虾啊。好好好。到湖北荆州找朱荆州大哥。好的，谢谢您朱大哥啊，祝您一切顺利。好好，领导再见。好，黄老师再见。好，再见，注意安全。好好，谢谢。